今天要做这道料理哦，其实我真的是啊，不要说我啦，几乎全台湾人都从小吃到大。哎呦，对，而且都是我们儿时很好的记忆。永远。但今天是升级版，真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要来试试。对对，真的是升级版。对啊，而且还是狗在高空呢。对，59块，但是升级版。嗯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？玉米汤。爱。爱，对不对？可是阿基斯，你要跟我们说全名，因为哦，它是升级版，豪华版。柳絮，柳絮名浓汤。柳絮是什么？柳絮我也不知道哎。就是入口的感觉哈，好像我们冬天的雪花这样子。让你的嘴入口的时候，嘴巴是有感觉、有层次的。哎呦！可是上下颚一抿的时候就化开了。升级版，对不对？升级玉米汤哦，说爱很爱，对，说腻也吃很久了，对，而且也千百种做法，对，中式西式都有玉米汤，要怎样吃才好吃呢？来来来，我们要既然要看一下豌豆，就要让人家吃到有一种新鲜感。首先特别介绍一下，今天的玉米汤是加豆腐，怎么可能？柳絮的口感就是由它来形成的。哦，怎么做啊？滑嫩。怎么做？来，我们看看哈。这是豆腐可以变柳絮哦，一般嫩豆腐啊。对，我对中啊哈，一块开两块哈，来啊。那我现在把这个豆腐呢，切我们指甲造型的薄片。啊，大小是不是？要切这么薄、啊？片还是块啊？片，来，就这样子吧。啊！它真的是片呢。好、哦。真的是个神刀人呢、啊，太厉害了吧！好薄哦，好可怕、啊！哇！你指甲油涂得好漂亮啊，自己这也是不错。好厉害哦！哦，就是爱切干嘞啦吼。哦。你家那你家还当工是板豆菜，啊不然的话，哎，那板豆你来煮导灯花椒。那人家完全察觉不出来，原来是豆腐哎。对，有时候就是要有一样吓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然就没有诚意来了。对。嗯。这个蛋倒进来。太难做了，就是该规矩啊。你不要去滚它，不要滚它的时候，你这么一撩动哈。它自然的跟云彩一样鸡笼状的蛋花，它就很漂亮。哦吼，这根本不会那么溜滑进去的。吼，淡淡的嫩灰，竟然够惊人的撇步呢。出来原来是豆腐哎，对，有时候就是要有一样吓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啊，不然就没有诚意来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至少有一点就哇不一样，我觉得很惊人呢。阿舅妈在捣鼓哈，但都安尼切好就好啊。你看切完已经加变皮了，这个应该是属于那个扑克牌的那个灵感来的吧？对，没错，说得非常好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再来我们有准备一点鲜奶油，然后一点点的罐头的海叉鸡的鱼肉，我们用它来提鲜，提鲜啊，好，那其实整个的材料准备很容易了，真的吗？但是强调是入口的感觉，整个呈现的时候那种，哎，番麦汤是金马明珠时代才会当吃呢，不然行不行？卡扎帝王时代，拜托金黄色的食材，哪轮到我们百姓吃啊？真的，真的，因为这种帝王时代的这种明黄色，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够用，就是皇宫里才。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福报呢。所以我们今天吃宫廷料理。丢了丢了。那你不是北平人吗？对，所以你就是皇室的这个血统。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幸运哎。后来哈，咱这么看安怎煮哈？来，我再请我鸡汤。鸡高汤，北平人。请我来量就好啊哈。这碗汤真的很棒，而且用玉米酱，对不对？玉米酱一罐，咱一罐才20几块、30块呢，吼。哦，玉米酱。那有些时候呢，观众朋友呢，观众朋友买到用黄色的玉米，吼，黄新鲜的吼，你把肉刨下来以后，那么加一点汤去打浆也 OK 了。哦，有，那种原味甜度也很高。因为有时候家里会突然有这些黄玉米，就吃不完，然后就把它切下来，然后就拿一部分下去果汁打一下。对，我觉得这招还蛮好的。对，就是自己做啊，罐头自己做。然后我们这里如果还想吃有颗粒的话，还可以再加一块一颗一颗的玉米粒，对，混合的酱。没错，没错。
这个海叉肉呢，把它拧碎了。是代替蟹肉，对不对？代替蟹肉，代替新鲜的鱼肉都 OK。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很配。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是蟹肉玉米羹，啊，那个时候人工比较便宜，所以他们都会有人阿姨专门拆蟹肉，真的新鲜螃蟹的蟹肉这样拆。哇，那很，他就在旁边拆给你看啊，那个小工具这样拆。现在有那种冷冻的蟹腿肉，对不对？可是不是那个甜味。对，我觉得不。哎，有人在偷喝。阿七，为什么觉得你好像突然长高了？有种飞起来的感觉。飘起来的感觉。那我们不用试一下吗？有我们的份。好，我加了盐巴给你们试啊。哇，盐巴一定更提那个玉米甜。耶，我有海叉肉。你好像海绵宝宝哦。现在是一个口感哦。等我完成品以后，你们再尝试另外一个口感，嗯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一半跟结尾呢，来有一个落差的比对哈。好。那这一个呢，是太白粉，我们勾芡的。好。鲜奶油。鲜奶油，喝喽来。火关掉以后呢，倒鲜奶油，它不会油水分离。哦。第一点。火关掉。对，那第二个呢？倒了鲜奶油以后呢，你把这个豆腐呢放进来。嗯。然后轻轻的给它剥开，对，云彩，好漂亮啊！因为这是蛋豆腐，本来就可以吃了嘛。对，本来它也有味道。好，好，那一剥开以后呢，我没有开火，这个蛋倒进来。蛋很难做了，因为有些时候啊，它会有那个，就是get鬼球啊，花的片，对，没了。来，那个注意看哦，有些时候又变勾芡了。对，勾好芡以后，其实它温度还相当高。嗯，你不要去滚它。不要滚它的时候，你这么一撩动哈，它自然的跟云彩一样鸡绒状的蛋花，它就很漂亮。如果你让它回滚的时候，会变成蛋块，啊，来来，那个碗给我，谢谢。是好了的意思。好的的意思，没错。怎么那么快？好快哦！哎，我不知道玉米浓汤可以这么快哎。真的是这么快，一般都要熬半天，对不对？的感觉啊，而且我觉得那鲜奶油一定大加分。那个豆腐，我想指甲片太美了吧？柳絮要先吃点柳絮吧。哎，这有鲜奶油，哎，它已经快要活如意了耶！真的，会透光了。柳絮柳的好啊，这根本就是用柳滑进去的，而且我发现那个海底鸡的这个真的是提供鲜度，对不对？就有这个海味高汤的味道，有海味，怎么那么好喝啊？好好喝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子加，我说我一定要改，我觉得妈妈们真的要试着用鲜奶油来入玉米汤，香度完全不一样。真的，就只想要把碗都舔干净。我身边如果没有阿基师，我的人生会是怎样呢？对呀，我们刚刚醒完，快要没有，因为我把他绑架走，我会扒着他。啊，今天谢谢逸轩，谢谢阿基师，谢谢凤心逸轩，多谢，观众朋友多谢。海报试试看喽，妈妈。好，阿基师加点海报。赞。观众朋友，面条抓错菜。出新猪了，海鲜豆腐堡可以用便条纸出哦。我跟你讲真金的啊，三盒就让你解决。菜丁已经出来了呢，好香哦。